来看到嘉义市的消息，嘉义文在店庆祝文在尊神千秋祭业会安座，日前举办为期两天的嘉义县市各种小学音乐及民俗技艺竞赛，吸引有51支的队伍参赛。庙方在今仔日举办颁奖典礼，表扬各组的得奖队伍。嘉义市长王敏辉亲自出席，也肯定庙方长期投入文艺教育扎根的用心。第九届财神杯该县市各中小音乐及民俗竞赛颁奖典礼，八号在文在店成功场盛大登场。该市长敏辉亲自出席，甲文在店管理委员会干部一般发奖状甲奖金，包括西乐、国乐、古乐、舞蹈、传统技艺以及各中管乐等各组得奖队伍。特别爱感谢咱文才店在管理委员会，咱的楼主伊甲姐姐委员，以及咱的总干事大家用心。每一年，除了我们呢因为疫情停办以外，每一年几乎都有我们最重要的嘉义县嘉义市国中小音乐还有民俗技艺的一个竞赛，在五月的时候比赛，我想也来自各地方哈，咱嘉义县市大家来报名，它有分成不一样的组别，大家能够切磋，能够学习，我想这个非常的用心。今天来参与，敏慧能够受邀来参与颁奖的典礼，看到每一个学校孩子们他们的努力受到了肯定，在公平公正之下，不但是县市音乐借由音乐借由民主记忆大家彼此的交流以外，更给大家有一个更好的舞台。我真荣啊，非常感谢咱的文在店的主意啊，伊的带领，以及咱大家人啊，总干事他认真的规划，所以让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学校来报名的时候，都也提供了最好的相关的，包括有交通的一个补助，甚至呢有一个最好的舞台。我觉得会当借咱的艺术文化来让咱民心安定，这伫咱嘉义市真正是真的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做法。该文在店长期推广儿童营养午餐补助计划，对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推动不遗余力。近几年来持续办理各小音乐及民俗技艺竞赛，鼓励学童发展多元才艺，培养团队精神，以宗教提倡艺文风气，用艺术美化心灵，也成为该地区具有规模的技艺竞赛。新闻频道民间七彩虹报道。你好，我是卫生局的防疫人员。好啊，今麦登革热做一样的时阵，高峰期啊，咱要预防登革热，配保的四个口诀：寻道清刷，寻道清刷。对，经常去寻一下，看我们如果出去院子运动，就去看有没有多余的积水容器，好寻看，如果有的话，就把它倒水，因为有一点点水，蚊子就会在里面下蛋哦，哈，减少那个积水容器，哈，无必要的汤啊，咱尽量来应掉，哈，啊，再来恁刷洗，如果咱老积水的汤啊，咱来改刷洗一下，不要让那个虫卵附着在那个桶壁，遇到水就爆发来，好，啊，咱大家身体较健康的，好。谢谢。哎，大哥你很好，我是新区登革热防治人员哈。哎，阿姨，咱起来就得咱那个菜园啊。好，那就是有很多的水桶，好，阿姨呢就这多个管理，所以咱希望讲吼，你会当树安尼，吼做一种较大桶的，那迄个细桶的都拢来收起来。哦，啊，我做完收起来，你就包下就用个来包下包下包起来，好，安尼一种管理，较袂有生登革热的迄种迄个斑蚊安尼。好，阿贵的大家环境好，好，阿应该是没问题的。好，好，哦，感谢你。各位乡亲，大家好。登革热是由斑蚊传播的疾病，传播的速度会很快，请大家要特别注重环境的清洁，如果有废轮胎的地方要清除，否则应该打洞避免积水。敏慧在这里拜托各位乡亲一起动手清理家园，最好每天落实寻道清刷，共同创造干净的家园。登革热的防治，大家一起来。是登革热，一定要行。